那小女孩说有怪物。啊？什么怪物？那小姑娘哭得含含糊糊的，你都知道她说什么了？而且隔那么远，这小不点也听得见，耳朵真尖。咩，大致也能猜到，依依之前经过这村子的时候，这里还很是热闹，有好多躲马，但现在怎么这么安静？有古怪。贡嘎村是入三岩地区必经之地，莫非那些面具客发现了什么，先我们一步去了三岩，路经了这儿。依依，你是多久之前到的这儿？大致是什么白拉姆节半月前啊。玉池哥，你的手臂在发光。这印记又发光，难道是预警？小星星，我们这就进村去看看。上回这印记发光是因撞见了白手，这次又会是谁？吃我一炮！呸！好生嚣张！今日老子便叫你看看猎食人的厉害！救命啊！往村头上跑，老子腾不开手。石，这里已经有了食物，看来此地的食灾已非常严重了。小鬼，快躲开！一旦被石染上，你们就完蛋了。我等自有办法。阿良、依依，我们去帮忙。阿良、依依，切记，我等第一要务乃是保护百姓。有危险的人想必就是那位姑娘了，依依这就去她身边使用护卫。好，这边就要直接用护卫了，要保护村民吗？我是光属相，可以克制暗属相的敌人，这只石怪就交给我来解决吧。于西，看我来用这石怪练把手，来一次漂亮的追击。好，战术骑士维持阿良的气血，当阿良的气血百分比大于等于对手时，必定触发追击。追击普通攻过程中，敌人反击后，再对敌人造成一次攻击。敌人死掉才不会被虚无爆炸炸到。
好，解决，轻松。前面几关都很简单了，轻松获胜。哎，总算保住这村子了，几位多谢相助。无需言谢，这根本就是小事一桩嘛。几位身手倒真是利落，只是没听过你们名号，不知道几位师从何处。你瞎问什么？关你什么事儿？那个乡亲们，大家现在安全了，安全了。得亏英雄相救，我们才不至于全被感染，变成石怪。不客气不客气，不过你们还是快搬家啦，这地方现在被食物笼罩住了，这样时间久了还是得出石灾。这世道离开了这儿，又让他们去何处安身呢？还是我来试试，说不定能清除这些食物。天赋地载，四时法成，视为无形，定息灾厄，明镜。于西，于姐姐，你吐血了。我无妨，看来我明清之法未大成，要出这程度的浸染还是太勉强了。史伦公弟子素来三言，是不动尊者的千里传音。阿良，依依，我们走。上幽先生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回来了，我找到星鬼刻盘了，果然是在石轮宫里，但刻盘碎了。哼，果然是又碎了吗？嗯，什么叫又碎了？哼，与你无关，你不用明白，你只要把刻盘找回来，修好刻盘就能降下楼兰幻城。我知道，幽先生，我。你专心去找星鬼刻盘，至于石轮的事情，我会派人去查探。黄佑六年，天在旦。竟是已过了两甲子了呀。那你可得抓紧了呀。你这120年可只炼化了我一小部分，没有我过去的记忆做指引，你只会一次次重蹈覆辙。炼化你不过是小事，毕竟而今圣女回报说星鬼刻盘又碎了，四散而去，而今石灾也已再降，你猜这预示了什么？于是你太想当然了，是有缘法，但不会叫你这等人称心如意。那我们就一起看着吧，看看这世上谎言和背叛构成的历史烟云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当左下角的那个篝火萤火那边出现一个卷轴，我们就可以随时去点，要不然错过可能会来不及。依依，你是多久前到此地的？诶，玉姐姐，不是与你说过了吗？大约是半年前吧，那个什么白拉姆节前后，也不知道那是什么节。玉姐姐怎么问这个？没事，就是问问。眼看着都要到三眼了，但愿别再有什么差错。喂喂，小不点，你酒能听不见了，正经是要问你呢。
你想问什么？依依知道的事情也不多。他是知道什么事情吧？你为什么之前会被那些面具客追杀啊？依依不知道没？依依就是去趟石人宫，跟着传说中那呼噜噜转的东西。哎，真的有那个会因天地动向而转的东西吗？转，但是能转，就是哎，和你说啊，本来都不能转的，但我修一修，就又能转了。哈哈，对了，为什么那个白手这么在意你的金眼睛啊？别盯着依依的眼睛看呐，讨厌，不就是颜色不一样吗？是他喊你们哦，一池哥，一姐姐。不露尊者喊石中宫弟子，应该是喊于西吧。我其实严格来说不算是石中宫的人。于西，你说我这也不算石中宫的人，怎么尊者就让我和你同行，来找不露尊者？名不正言不顺的，要么你收我为徒呗。别胡说，我才不要你这样的徒弟呢。我们来找不动尊者是为了星鬼科盘被夺之事，你当时也在禁地内，又奉命修十轮仪轨，叫你与我去见不动尊者，名正言顺。好吧，就是一同去吧，也没说就不去啊，怎么突然这么着急？这还不是因为你说什么拜师，我才不要做你师父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了，师尊让我们来商言找不动尊者，他眼下状况定有分辨。玉池哥，你手背上这印记不就是胎记吗？为什么会发光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以前大学生的时候也没有这样子过，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缘故。别胡思乱想了，应当是石人的力量聚集在了此处，提醒你周遭有危险吧。于西，那为什么光幻尊者要我将这印记遮挡起来，不要被人看见？这个我也不清楚，想必得问不动尊者了。于西这是怎么了？像是有心事般。我们再点一下，看会触发什么剧情。明明也不算石人宫的弟子，于西是不是知道？我可以转哦，哦可以转，哦可以转哦 ，OK。很犹豫这个依依姑娘，好，这和那个预言究竟有没有关系？万一阿良与不动尊者见了面，不动尊者是以不动尊者哎，不动尊者是弥南那巴的祭魂转世。大家知道弥南那巴是谁吗？大家知道吗？有观众不知道的吗？看我们频道的人应该都是知道，大师有玩《天地劫三部曲》吧？弥南那巴大师，你又出现了！您这个杂碎，没有阻止您两位食人宫的人，害死冰离，害夏侯仪跟冰离不能见面，可恶！不动尊者跟不动明王有什么关系？应该没关系吧。哇哦，玉池哥，你的手臂又发光了。怕是又有什么鬼事发生了，这回简直像被灼烧一样啊，又是在预示什么呢？阿良，你一会儿若不动尊者问起你的这印记，你切莫提。不动尊者应该就在这瀑布上面吧，我们这就上去吧。阿良，切莫提你手臂上的印记，此番会有异象。此处竟凝聚出了沙漠，
明明是镇魔之地，不该发生此事才对。此处的妖邪必得除去，若帮手再不前来，怕也只能一搏了。你们来的正是时候，煞已被缚，我需在此控阵，须尔等助我驱散此等邪物。弟子领命。那么小子，此番危机需借你之力，此时之印怕只有你可使用。啊，这什么？这是，哇！救命啊！这是什么怪物？这帮手，快！我等需速战速决。煞体型巨大，在其周围任意地块都能对其进行攻击。当心石斑，莫要踏入其内存幽银之力，一旦侵入体内，就会令尔等虚弱。这邪物好生危险，你们都靠后，一来用护卫掩护大家。一小心。不会有问题的，宾主之灵当会庇护他的子民，你们快到依依身边来，让依依保护你们吧。只是你站上去会受伤啦，简单一点就是这样。他是什么属性？暗属性，所以用虞姬打他应该会蛮痛的。好，在这边直接打。OK， 也就是说虞姬的天赋可以自身的补血，看起来是这样。罗刹一击攻击单体刚一个敌人，造成一点三倍伤害，暴击提高获得闪避，击伤目标的话获得闪避状态，持续两回合。躲闪对战中有一次攻击不可驱散，触发后消失。 OK， 然后他的天赋呢，目标气血大于等于 100%， 在主攻攻击对战时造成一次真实伤害，入攻成 0.12。 好，那我大概知道了。啊，是 OK， 只能近距离哦。站这里好了，因为这样那个EE才可以保护到他。等一下哦，那我就可以放心的走了。OK， 我看到了。煞就要释放法术了，千万注意躲避，不要停留在预警区域内。
于西，陆兆义，啊，去死吧！果然是你呀、啊！尔等来此，怕是官宦御剑之事当真发生了，那我石轮宫怕也应在劫数中了吧？尉迟良，既然来人是你，那想来我石轮宫的圣物选了你，如此这天下苍生你便再轻慢不得，祖罗侯眷族的重任也就只能交托于你了。你需寻回星鬼刻盘，如此方能阻止罗侯眷族得此物降下幽冥，稳天地朽药，续三皇所创之事。初，蛙黄降华分，混沌淡伏羲，属幽冥之境，眷族念化罗侯。尉迟良，而今众神一，世人皆以为传说。然而今汝等一只罗侯之术却存于世，天目共开，幻成将罗侯现，天外幽冥将灭世。主罗侯丛林之众人，便交于你们了。尉迟良，望你与于西相伴，一道寻回星鬼刻盘，我会教你真正的石之力。从石门中出现的会是谁呢？召唤！最精彩的时刻来了！哎，不是新手召唤哦。哦，本次免费。在荧幕上画出你的心痕迹。哎，这个操作怎么有点像 ？OK， 好，我不要多说话。是要按照符号吗？还是不用？不用哎、欸。嘿嘿嘿。哎，不能画了，就这样。哦，银凤哦，银凰。大夏国银川公主李银凤，你可认得这令牌？银凤，我又念错了。可以啦，可以啦。哎、欸，这是必中的吧？好。然后哦，还不能抽，是？可恶！哦，这是固定的哦。是谁找我？啊，是你，银川公主，我认识你，我好像想起来什么。好古怪的感觉，我也觉得你似曾相识，但却像雾里看花，想不起你的名字。你究竟是谁？青罗，我叫青罗，神雀宫的青罗。没，竟然是公主！不用尊者，石之力既然如此，那死去的人是不是也可以？石人遗骨的力量可让逝者重现，然。逝者已逝，逝者已逝，那为什么还要在？尉迟良，你需谨记，世事因果皆在天道之内，然世事却又转瞬即逝。什么意思啊？神神叨叨的。哇，又有剧情，我天啊！青罗，我似乎想起一件事来。嗯，公主想起什么？青罗方才突然想到小公主了，也不知道小公主现在在何处。我似乎记得神雀宫的小公主叫耿云一，似乎救出她的人叫夏侯公子。这名字好熟悉。
OK 好，我们来选我愚者节，不用尊者说主天节煞究竟是什么。哦，我觉得二跟四都可以选哦，大家觉得要选哪一个？我在手臂上的印记和石轮有什么关系？这不是胎记吗？石轮的力量而今就在此处。这么说来，只是恰巧石轮仪轨当时瞧我离得近，就顺手抓了我，给我来了一下子。自然不是你说的这般简单。那是什么缘故？请尊者赐教。玉池昔年有不动尊者，名为明南那霸，想来你也在石轮宫藏书内见过此人名字。是百年前那位不动尊者，传言他曾主过天界。正是他，他曾于皇佑六年给出过一个视线，想来提到的为石轮所标记的人就是你。啊，那有说过我到底要做什么没？不对啊，这么说的话，为什么一直不收我入门？见天叫我修什么石轮仪轨？此事光环自有安排，你无需寻根究底。于心，我需得前往雪域高原查探阵法异动之事。我石轮宫之事，他日定有个说法。此番你需将明清心法授予于慈良。不用尊者，但此法你怕已是心脉受损，不可再用此心法进食。况此心法真谛终究是以自身为器物，吸纳食物，性命不久，但你之性命另有他用。弟子自幼习此法，便是早知晓此事，但官宦竟纳你与尉迟亮同来，那你便该是他最得意的弟子，你便该知如何才叫手中持针。不动尊者，师尊将阿良困在大雪中，大雪山中十六年，只为他有什么师人之印，此番他堪堪能见这世间，他能做错什么吗？那世间长生又做错什么？于西长生与一人性命如何取舍？我好了，你们该出发了。据我所见，有块科盘落于船尾，至于其他就靠你们自己了。记住，罗侯眷主定也殚精竭虑去寻此物，切不可落于他们之手。我们选二或四啊？我选二，我们选二。照不动尊者的说法，罗侯眷主是想灭世，但这不都是传说吗？传说也是有所依据的，何况不动尊者都这么说了，应该就是当真发生过吧？我也觉得是真的。石轮宫记载了很多日食的记录，石轮宫又不是司天监，没道理一直观察日食吧？日食在任何传说中都是不祥之兆，而在石轮宫所记载中，日食之刻也就是幽界通道打开的时刻。这幽界通道附着于罗兰幻城中，科盘则是降下幻城的关键。幽界是怎么样的一个地方？我也不清楚，只知道它是在天地之外，近于幽影之中，无日无光，无生无死，幻城落降，罗侯现世，那就会将幽影带入我们所在的冥界。世间生灵都畏惧死的侵蚀，那罗侯眷主呢？他们算是生命吗？他们不但是生命，或许是在世上最古老的生命，甚至在天地未开之时，他们便已存在。所谓眷主，即是神眷之主，而罗侯眷主却是眷神之主。我曾在一本离经叛道的古籍中见，罗侯眷主炼化罗侯神，罗侯神辟其于幽影之中。这是真的吗？谁知道呢？毕竟那古籍连作者的名称都没有。
好，这边的新手召唤啊，就是看起来就是十连抽必得一位限定 SSR 英灵。那这个东西在之后公测或开放正式开放之后，会不会有这些东西？不知道。那目前看起来就是这四只 SSR。那往右边翻的话，就是风铃声的古伦德、殷建平和风寒月嘛。好看我抽到谁？我呢想要冲到风寒月。OK， 我想抽凤凰月。古伦德的话，感觉古伦德也蛮好用的。波风斩，猛鬼破冲。好，我们来抽吧。新手召唤仅可召唤十次，召唤完整后入口关闭。在新手召唤中十次。必定获得殷建平、风寒月、古伦德、风铃声四位 SSR 英灵任意一位。对，跟我刚才猜的一样，十人召唤有机会获得当前版本中所有的英灵，每日可以免费召唤一次，免费召唤次数每日零点重置，免费次数跨天不累加，每次召唤的英灵的稀有度与对应的概率如下 ：SSR 英灵2%，SR 英灵15%，R 英灵是83%。进行一次召唤十次必获得一位 SR 英灵哦，可是他说每日可以累积免费召唤次数每日零点重置，每次免费次数跨天不累加。各位观众朋友，我们现在要开抽了，我们就一次机会，希望可以让我抽中风寒月。Go！ 啊？什么？好，买了。临兵斗者，列阵皆在前。我看到 SSR 的曙光了，蛮帅的啊！干！我不要殷建平，我要风寒月。哦，阿尔泰巴是 R。没有配音啊，我帮他配。就是也不是，犹太祭司 Rabbi， 就是你。星罗有了，有了，不用看。西维亚，我叫西维亚，请问你见到我家主人了吗？伊斯多，伊斯多。有的角就是获得的角色，已经获得的角色会变成碎片。好，就这样。我们跟他对话吧。在下天玄门殷建平，月儿，你可曾听过月儿这个名字？月儿是谁？他的剑匣跟阴的。姑娘为何一直盯着在下的剑匣？我们跟角色对话。前辈叫我。是你把我召回人世？是的。那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的主人。嘿嘿，多谢小友将老夫召回人间。小友放心，老夫定会好好照看于你。多谢前辈，前辈大可不必。谢谢你们。谢谢你们让伊斯朵拥有了生命，谢谢你们让伊斯朵可以不用伤害别人。小问题，不客气。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吗？